大家好，我是饭团。今天我要做一件特别傻的事情，就是看看能不能用管子吹出蛋白霜。制作蛋白霜的正常操作是准备好一盆蛋清，一个电动打蛋器，然后开始打发。但是既然是往蛋清里冲入空气，理论上用管子吹气应该也是可行的，那我们就试试吧。我先找了一根普通的吸管，用尽量平稳的气流往蛋清里吹气。气泡果然形成了，但是这大小似乎不太适合做蛋糕。换根直径小一点的管子试试，我拆了一根绑电源线的金属软条，这是我手边能找到的最细的管子了。测了一下它的内径，大概 0.59 毫米，来看看效果怎么样。果然比起吸管，极细的软管吹出来的气泡小了很多。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气泡的大小不均匀，这是为什么呢？于是我打了一颗鸡蛋，结果发现蛋清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紧紧包裹着蛋黄，也叫浓蛋清，另一部分则更松散，又叫稀蛋清。所以当我往浓蛋清里吹气的时候，需要很用力，而且形成的泡泡比较大，而稀蛋清就很轻松，吹出来的泡泡也要小很多。也就是说，直接往蛋清里吹气是很难做到气泡大小一致的，也就谈不上形成质地均匀的蛋白霜了。那么蛋清为什么能够形成蛋白霜呢？蛋清中接近 90% 都是水，而水是很难形成稳定的气泡的。无论是用吸管还是很细的软管，吹出来的泡泡都会很快破掉。那到底是什么让蛋清变成了这么棒的气泡物质呢？答案就是蛋清中的 10% 的蛋白质。蛋白质是由这样一个又一个的氨基酸小手拉小手连在一起组成的生物大分子，而绝大部分具备生物活性的蛋白质都是经过折叠的，比如像这样。不过目前已发现的存在于自然界中的蛋白质，小到果蝇体内只有11个氨基酸的套蛋白，大到人体肌肉中大约30000个氨基酸组成的基连蛋白，种类是非常多的，组成也不一样。仅仅是蛋清中就有78种不同的蛋白质。当我们把空气打入蛋清形成气泡后，位于气泡膜上的蛋白质也就暴露在空气当中。这时候蛋白质里喜欢和水一起玩耍的氨基酸们会想要留在气泡膜里，而不喜欢水的氨基酸们就会向往和空气玩耍，蛋白质原本的结构就会打开。随着气泡膜上的蛋白质越来越多的展开，气泡膜变得更稳定，蛋清才有机会变成蛋白霜。我们把蛋白质简化一下，然后把小气泡的结构大概的画出来，就是这样的。气泡膜上这一个个深蓝色的小蝌蚪就是已经展开的蛋白质们，就是它们让小气泡变得不容易破。其实蛋白霜能够形成和蛋清的粘稠度以及蛋白质分子之间的各种其他作用力都有关系。对于蛋白霜的研究也早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了，但即使到现在我们还是没能完全搞清楚蛋白霜形成的全部过程。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做出好吃的蛋糕和小点心呀。好啦好啦，这一期的案头科普小视频到这里就全部结束啦。喜欢的小伙伴们别忘了点赞、评论、关注我呀。我们下期见。